的不用拍。你的分水有问题，你的感应器有点被bypass的感觉。你来这边挺好，他是把你bypass掉，绝对是bypass掉。我觉得很妙。你是被bypass掉。有更新用到bypass。很聪明，就是不会自动关闭。实际上在那个基础，实际上有的是要这样子才会开启，你这样子里面就出来。就是说，这么大只的手机，你看到、哦，人家不会看到。你触碰荧幕，它根本就不会触碰到东西，所以它并不需要把这个功能。你看到、哦、它并不需要这个功能哦，不会去触碰到啊。你并不需要去做黑屏的动作、啊，并不需要接近之后去做一个黑屏的动作，因为它不会，对，因为它很亮，它也不会触碰到。所以它现在把它做很亮，不需要开孔。应该是说它够长，所以你不会去触碰到，不会触碰到有需要把荧幕按掉吗？